杭州来的。在南京上学。我们从北京。感觉挺帅挺酷的。比较喜欢这种书生公子这种气度。随便挑了，看着穿的还不错，然后就选了。北京拍了格格，平遥拍了那个少奶奶，在哈尔滨拍了那个俄罗斯公主，在延吉拍了延吉公主。不管别人怎么去评价他们，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努力吧。